大家好，我是阮月翘。我最近在看一个节目，叫做《我们回家吧》，那个节目在越南很红啊。我就跟我爸六七点我们就会来，有没有早上吃这个配这个哇？有没有？对，这个哈有。我只要闻到那边的空气，闻到那个味道，就知道就是我家。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只要靠近他们家那个范围里，他就会觉得我可以在这里很安然的做我自己的那种感觉。再快一点点，不好意思，随便拍拍你好不好？都没穿。东北角这块土地就是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，他养育我长大。真的不错吧，鲍鱼龙虾，这就是海的味道。因为是被祝福，就是我的文化的养分跟土地的养分。我可以想象你每次回来这个地方，其实你父亲也在这里看着。没错，谢谢他。很多观众留言说我们是什么很人文有质感的节目，对不起，我们腔调了。没有人在长大的过程中没有受过伤，你可以让脚下的泥土变得有多挺泥。来开灯，我房子很多，没有看到。我模仿的时候是真的很自在，可是当我回到自己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演自己超难的。我真的最喜欢就是他跪下角色变羞涩的阿汉的时候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做真正自己。耶、yeah! ！你是谁？孙文翰。你可以做谁？新的。这个重点就是要练厚脸皮，才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爽感。我会走遍那些错过的美丽，然后找到你。让我们回家吧。我自己唱了都觉得 Go back home。